消息，卫福部疾管署统计，去年13到18岁的青少年罹患梅毒跟呢淋病的比例数呢，创下近6年来最高的纪录。儿童权利公约会议2年前就提醒了，台湾每10万人感染呢淋病跟梅毒的人数已经超越了欧盟，尤其要特别注意青少年增加的趋势。去年国内淋病的病例数是这6年来最高的，几乎是翻倍了。而其中13到24岁增加的幅度更是各年龄层之首，同年龄段的梅毒感染比例也比呢前年成长20%。疾管署表示，传播途径是不安全的亲密行为，以往暑假过后青少年性病的个案就会增加，也要提醒做好防护措施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